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醉影。本场比赛由战天成大战帽仔。今天战天成再次出山，他使用草剃精手法。其实他这个草剃精在平台也是数一数二，之前和肖春卷打的话，那是相当刺激了。哇，帽仔拉尔夫首发，草剃开场就是荒野都要拉了一套。哦，接钱远洋打火，打掉帽仔半挂旋盘。我帽仔也是掀桌子了，直接使用他的蛮牛状硬怼草剃精腹部。来来来来，开始怼浮空了啊！怼浮空一混就没法搞了。现在战天成虽然残血，但是他还是有一战的能力啊。奈尔落前重对 BC， 开完之后迅速拉后，拉尔夫继续给他一个爆摔，也没想到拉尔夫有投技啊。啊，战天成如何应对啊？战天成再做一发防守，拉后下中脚轰咬毒药，咦、嗯？哎呀，没有血了。这一下被帽仔全脚控制了，帽仔的基本功还是蛮强的，但拼连招的话，战天成还是更胜一筹吧，这是我个人认为的。先来看战天成的霸神。啊，拉尔夫再次使用他的蛮牛状啊，跳 A 抢到招。其实帽仔今天大家可以注意到，他一直用跳 A 或者轻攻击来破战天成的压制啊，而且一破一个准，这下被战天成给拿住了，把战天成的连招是独一无二的。可圣龙抓先锋，重拳葵花接八之女，一套带走了。技能柴华收掉最后一滴血，嘿嘿。现在看帽仔下一个人，战天成是终于上强度了。其实的这个八神啊，这一套使也是非常无解，中间虽然有尾连，但是就是很难破解啊。现在看帽子的八神也开始这种连招了，可可可圣龙两段抓谢风嘛，抓继续跑个重拳胜利，抓可抓重拳葵花接八之女，蹦起来一发柴华，看这个血量应该干不掉吧，干不掉战天成就有再还有一战的能力，而且可以在连招中带入隐藏了这个血量，对战天成来说这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血量。可可可抓重拳胜利剑一抓，一波连抓重拳抓，抓爽了。可可可帽仔要被连续的抓死了吗？啊，再来一次可，一招先吃遍天。现在帽仔剩一滴滴血，时间也不多，隐藏失误了。哎呀，在最后一秒时间，战天成迅速的给了一发逃挡手，又逆转了啊！这个失误绝了啊！好，第四个回合，看帽仔的马力，开场就被勾到了。八神又开始了可可口的操作，可尾连了，中间连续抓血风又开始了。看最后战天成用什么招式收底吧，这一招简直绝了！八神之连招神技，重拳葵花接八之女兽，这个血量还是不能一套带走，蹦起来一发柴华，空中给他一个赞。哎，帽仔一滴滴血，看八神后续怎么操作。八神葵花两段，玛丽下盘两点，耶，没想到被玛丽轻松拿下了。好了，战天成也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啊！今天这场比赛打的确实很爽、啊，抓到都是照死里揍。接下来看战天成的大蛇克里斯，大蛇克里斯一个跳地呢，被玛丽给点了一下啊！升龙甲接玛丽，啊甲，哎呀，跳地走。克里斯嘞，滑铲取消哦，玛丽迅速拉后，看克里斯又想跳，还是被截住了。那克里斯后面虽然血量多于对手，但是一旦哎呀，帽仔抓不住了。好，战天成拿下一分。战天成可以感觉到战天成打帽仔还是相当的吃力的，因为帽仔基本功强啊，他是一个原版玩家啊，可以说拳脚上面他更胜一筹。但战天成他连招六啊，可可可架不住连招六，成了经验值。可可可啊，失误了，又失误了。现在帽仔看能不能利用隐藏必杀来冲击八神，八神葵花两弹冲不到，升龙很远的距离抓谢风，抓利用 BC 向前滑动，葵花三式没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帽仔啊的八神，八神那个红衣八神比较帅啊。哎，战天成又开始用拳脚攻击，躲过一手，葵花开 BC， 考考考！哎呀，开 BC， 不管怎么样，小招也是开 BC 在这里呀、啊。小的必杀技，比如葵花升龙啊，都是可以开 BC 的。升龙跟发地波啊，帽仔进行拳脚控一下，对，打出自己的优势，但是架不住战天成升龙接必杀呀，半血一下了帽仔。战天成后面
哎呦，八神一魁升龙又开 BC 了，口口口，可以用得心应手来形容了。这个八智女子熬一发才华，嘿嘿，嘿嘿嘿，看帽仔下一个人，帽仔的罗伯特啊，第三回合。哎，罗伯特先防是一手八神，重拳葵花升龙起抓。哦，一个小跳，百合折逆向穿人，跳压起身，葵花开 BC， 百合折再来一发升龙取消，左罗伯特八神出口口口要开小口，又被逮住了。可以感觉到帽仔这局应该相当绝望了吧，一直被八神给抓来抓去，大波都怼出来了，那就还一下子吧，因为属于裸杀。好，还完了，八神继续一个不断的进行小跳、大跳、引跳。哦，罗伯特，哎，吸住了吧？吸住你就跑不掉啊！瘦了八神，可能是我大意了啊！我替帽仔高兴的太早了。隐藏传人没打到，穿波了没打到，好恐怖的一个隐藏啊！接下来看战天城的库拉。一七版的库拉那可不简单呀，哎，轻松带走，对，比分来的2-0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看战天城的东丈，哎，东丈下 A 点两下，点不到，点不到，升龙腿升空了，还升龙，战天城应该是可以称之为升龙狂魔了吧？刚才那个八神的升龙有一套，但是李梅下手毫不手软呀，哎嘿，哎呦，没连住，没连住。东丈残了又啊，轻 A 两点点不到，点不到，再点还是点不到，跳地轻 A 两点再点，点不到，耶，哎呀，急了，战天城升龙，升龙升到了，但是连招没跟上，被李梅一拳捅死，战天城怎么搞都破不了防。第二回合看战天城的八神，八神有办法呀，八神，一不小心被怼了。在丽梅面前好像也变得没办法了，哎哎哎，最后一波穿心脚还是怎么接，哦，结束啦，战天城剩下一个克拉克，这个恐怖的八神是终于被征服了。我们来看战天城的克拉克第三回合，哎，克拉克做一手防一手先踢不到啊，冲过去踢一脚，反身会穿人，哎，克拉克又开始了解击，重拳出击，哦，来了一波 BC 穿上去了，反面不断进行一个循环打击，循环取消法，鬼畜克拉克出现了，还用必杀鬼畜接招，哦，太鬼畜了这个克拉克，李梅被拿下，看帽仔第八神。哦，又是一波 BC 开了过去，没留下什么破绽。八神他跃跃欲试，想利用精准打击法来征服战天城。跳一波 CD， 百合折跳，轻腿两点逃，跳地逃，重拳逃，都逃不到。那破防啦，葵花升龙，葵花升龙，葵花升龙，八智女升龙接得很准。好。帽仔虽然现在战天城领先一分啊，但是啊，对战天城来说，今天算是一场苦战啊。现在战天城继续用草地首发，比分2-1的情况下，战天城能不能3-1征服帽仔，我们拭目以待啊！啊，战天城这一波就压得比较紧啊，但是你越压得紧，感觉对手又越是有机可乘。现在开始了，哎呀，帽仔龙二刀的提杀接蛇鞭，反面要不要给一波闪电？别，他选择了接入超杀，因为。离角落还很远呀，战天城瞬间被打残了，哎呀，甚至被打死了。接着看战天城下一个人呐、啊，看来战天城这一波又不好打，连他引以为傲的草剃鹰就这么没了。第二个回合来看战天城的大门，哦，大门跑跑一发天地反，天地反的震慑性还是比较足啊。帽仔，哎，如何冲破大门之防线？帽仔用轻攻击点 BC 刀子加接蛇鞭，这一下在角落，要不要接闪电鞭？哎呀，断了，断招了。反被抓了一手天地反，又是这一招天地反，风林火山隐藏必杀。大门的神技，在原版中那是无敌的，但是在这个版本中，你看这一脚
只挣了一点点血，太夸张了这一脚。接着看帽仔上一滴血，甚至不如一个天地反来的血量多。帽子龙儿还是被征服了，虽然掉血不多，风林火山，对这个震慑性十足啊。第二个回合，我们来看帽仔的八神。哦，八神掏起下盘不得，没有成功，百合折也被躲了过去。战天成要不要再抓一手天地反？哦，后拉跳地 B C 天地反隐藏必杀，风林火山要开了，神，哦，隐藏必杀破一场。其实中间战天成应该是错招了啊。接着看战天成的红丸，隐藏大招没有成功呀，太可惜了。看红丸的，红丸青铜之马是闪电三天雷光拳，接不接？分身大法也可以。手到擒来的红丸呢？接下来看帽仔最后一个人，帽仔的比利啊，第五个回合，比利空中先跳一发 CD 啊，哦，帽仔这一波压的比较紧俏，点青腿，穿一棍，再点一下抢反身位。哦，空中也把他给截击了下来，亲自两点转棍子，这跟比利好像不太熟。哦，还是不行，还是连不住。先战天成的红丸该怎么搞？哦，亲自两点踢一脚，踢踢一脚踢 BC 逆向。哦，来一脚。哦呦，消耗的剩下一滴血了，战天成啊，最后还是被征服了，比分2-2，比分拉平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一局看帽仔拥有一个大蛇下二米，雷电下二米，但战天成这个角色也不简单呢。莉安娜，好，莉安娜开始了一波 BC， 半边手刀插，再插，继续插，哎呀，不连了，帽仔怎么情况断连了？哦，帽仔掏起下盘接入暗黑雷光拳，真的是半血。战天成闪到后面给一个，哦，头技被拆了，活血发射躲过一个波，反应很快，按下雷光拳打空，打空可就没了。今天的节奏都非常快啊，在这种快节奏的比赛下，谁能稳住？来看帽仔的下二米，好黑的下二米啊！哦，两点轻松起手，哦，而且开始了，反逼哈希拳，这一波。可以轻松将莉安娜一套带走，没得商量，只要帽仔不失稳稳。好，这又接个必杀，打掉最后一滴血，帅气，左右互搏术。现在来看战天成下一个人了，战天成究竟还能不能秀得起来？我们来看战天成的八神，刚才这一波八神也是发挥到极致了，这一波还能不能再发挥一下？勾腿百合折，哦，现在帽仔继续用拳脚空位置，八神跳飞把位置拉得很近，百合跳飞逆向清退两点没有用。哦嘿，这个闪身漂亮了，下后闪一下，很快就掏到了一招，靠抓，重拳升级抓，八只女葵花吗？要接八只女吗？升龙轻移，升龙轻移，升龙轻移，升龙轻女移抓，把这女收了。哎呀，还是刚才那一套啊，打出40多连，连起来没完没了。我们接着看帽仔下一个人，也是最后一人，帽仔第八神，第四个回合。哎，八神先稳一把，一跳在地百合折中招了，可口抓，又开始了，这个八神可口抓，正拳必死，一没连住，如果被战天成抓住那可就惨了。战天成伺机而动，点一下板，迅速闪身拉后，葵花 BC 强攻百合折，哎，不行，升龙城百合折攻不到，攻不过去啊，久攻不下。现在战天成这个耐心逐渐的消失了，感觉到久攻不下，就如果被对手一套翻掉就太难受了。升龙不行，抓不大破绽，勾腿一开 BC， 考隐藏必杀，但是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征服帽仔，他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用隐藏就是想消耗大血量，短时间消耗大血量，不能再跟上一发隐藏就赢不了。好，接着看战天成啊，战天成的威斯开场就被抓住了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啊，对战天成来说。帽仔圣罗星抓，拉过来重手葵花 BC 抓。
再抓，一套死了这一把。以亲自的还子其人之身，猫仔他成功了。重拳八指接柴环，给他一个战，猫仔三遍翻盘。啊，这场比赛打得太刺激了。那今天比赛到此结束，大家来不关注，每天更新，拜拜。